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元投顾王新杰。我想在整个大盘指数昨天大跌的一个两百八十几点的一个哦过程当中，我相信哦，您如果是信小师的，不管是家属成员也好，或者你是我的一个粉丝团的一个哦粉丝团的好友们也好，甚至你只要是信小师的忠实观众。 昨天你有看我节目的投资报，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好，在整个昨天大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领先市场告诉大家，短线来到月线这分，好，随时会做个反弹的动作。所以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今天是没有什么低点。好，盘中虽然一度大涨了两百一百多点，但是最后还是以上涨了四十二点，收在一万五千七百零一点，都预期来到月线这边做个反弹。 像到目前为止，整个大一个大盘的一个走势，几乎哦大头大致上都跟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帮大家所掌握的、所规划的，几乎是差不多。好，那如果说整个过去这段时间，不管是大盘的一个波段，或者一个短线走势，当然我说过不可能是省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跟我们所事先规划的是八九不离十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对后市的看法，哦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需要。 去做任何的一个修正动作，所以我想在整个今天的一个半小时节目里面，信讲师要再跟大家分享内容在哪边？第一个，好、哦，整个外资到整个昨天为止，虽然昨天大跌，有稍微回补了一点点的一个台子企业空单，但是至少到整个昨天为止，仍然有高达两万七千五百多口的空单。那我想我在过去这将近这半个月来跟多资讲的，只要外资的空单好、哦、居高不退，好、哦，那我就告诉你，你都还是要特别小心。 外资会好，Tom, 给你卖现货压指数下来，让整个期货的一个空单，在整个短线或者波段一个相对低档做获利回补的动作。所以我想哈、哦，在整个节目一开始也跟你讲了，虽然大盘指数就如同你刚刚所你现在所看到的，今天虽然是反弹收红了4十二点，那这很正常嘛。短线急跌六百多点就反弹个四十几点，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还望是来到整个月线这附近，但是记住我在节目中今天一开始跟你讲的，只要在未来这几天，哦，你没有看到外资的空单做明显的大幅获利回补，哦，先填条件哦。第一个，外资的空单没有做大幅度的获利大幅度的回补之前，以及第二个，台积电没有整理完结束，要在网上做攻击之前，好，这个、原则上，大盘指数都还要再做整理。 啊，而这在整个这边震荡整理，月线能够守得住吗？能够像之前一样，好、哦、短短线涨多回测月线，在月线上下整理完，就持续的往上拖断攻击吗？还是这一次搞不好，你要小心，搞不好会跌破月线下去。当然，我待会在节目里面，我会再跟你做更进一步一个分享的动作。第二个，针对整个台积电，我想这一波的台积电，如果你有听我的建议，投资朋友们，第一个，你手上有台积电的。 你可以获利调节在，哦 g U 这一波的短线的一个最高点。那你卖掉台积电的人，有听我建议卖掉台积电的人，你到现在为止，一张台积电差了多少？六十几块价差，一张差六万多，五张差三十万，对不对？十张台积电，你已经恭喜你差六十几万，二十张台积电的人，你到现在为止已经差一百多万。短短四天的时间，好、哦，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台积电让你一价差差了多少？一张差了六万多块。那当然。 这是你有听我建议的，但是如果有些投资人，我相信，为什么俗话说得好，哦，在股票市场叫做八二理论。何为八二理论？十个人做股票，到最后我们不要讲是一天两天，也不要讲那个什么半个月一个月，也不必讲那个三个月半年。我们说长期下来，好，长期下来三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好，甚至十年二十年下来，能够长期下来。 在股票上赚钱的人，你会发觉都是小都是少数。好、哦，只有在大涨的时候，你听到很多人说他在股票上赚到钱，但是你会发觉，只要一个短线涨多的回档，或者说一波的一个空头来的一个大回档，哦，几乎之前在股票上赚到钱的人，十之八九连本带利突回去。所以为什么说长期下来，好、哦、在股票上赚钱的？ 十个顶多只有两个赚钱，一百个顶多只有二十个赚到钱，这个叫做八二法则，在股票上就是八二法则。所以为什么说大部分散户注定在股票上输输家？因为就是过度追高杀低。那我说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讲这些？好、哦，我想也许有些人哦，你有把信角色话听下去，这几天台积电杀盘，你可能不会套到，对。但是毕竟还是大多数投资朋友们。 听不下信息啊，是我给他给你们的给他们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忠言忠言哈忠言逆忠言，对不对？因为那为什么说这几天很多投资者听不下去我给你的建言？原因有在哪边？因为市场上太多的专家，百分之九十几的专家，对所有的报章、媒体、杂志，在之前前几天，天天到到报到什么，一直在给你洗脑、灌输你台积电基本面有多好。 外资喊八百喊一千，对不对？跟你讲的这么好，那你会觉得说，我、哦、如果六百多块去买台积电，我如果赚到八百块，我可以再赚一百多块，再赚二三十趴。如果六百多块台积电涨到一千块，我还可以赚大概五成起来。所以很多的资本就纷纷的在最近这几天去过度追高，或者短线台积电只要一收黑，就赶快的跳下去的，一汪汪的跳下去去追台积电。 但是没有听我劝劝告的投资朋友们，我相信这最近这几天，你去买台积电，你几乎现在都已经先住套房再说的。现在重点来的，这是几星级的套房，那里住多久的？好，那我废话也不多谈。好、哦，整个台积电跌六十几块下来，整理完整理完可以买了吗？我待会我会在节目当中，我会把我的看法，好、哦，可以说是蛮明确的告诉你，好、哦，我会蛮明确的告诉你。 另外，除了台积电之外，针对这些比较热门的电子股，比方说联电、鸿海、国际以及昨天逆势大涨的哦，昨天大盘跌两百多点，将近三百点，经济大涨。我相信昨天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昨天应该很多的专家，哦，不会跟你谈太多的台积电，不会跟跟你谈太多的联电，一定跟你谈经济。为什么？ 因为昨天经济大涨嘛，逆势大涨啊！昨天大盘跌将近三百点，你经济大涨，就如同之前上个礼拜之前，很多人会跟你讲台积电，好、哦，更早之前，好、哦，也许在这今年初的时候，好、哦，你会听到市场上百分之九十的专家，要么长隆杨明航运股的长隆杨明要么钢铁股的中红第一桶等等这些标的，但是你会发觉，当很多市场上或者所有报章台体都在报道这个。 这个类股族群或者这一档股票的时候，往往啊都是短期的高点有限的，那个叫做短期过热的。人手一张，短期过热的时候，通常上面的高点就是有限，就是准备涨多做一波比较明显的、比较大幅度的回档修正。那回档修正完，如果以后基本面还是产业趋势还是往上，以后要涨，以后再要涨再说嘛。 但是它毕竟在这个回档的这个大幅回档的过程当中，你去追高的人，你先住套房再说，对？你看昨天的经济这么强，今天的三零四二经济怎么走？直接给你开高走低，爆量收黑下去，对？那等于是昨天或者今天早盘，你看到经济大涨创新高去追的，你只要短线那个赚那个便当钱买菜钱，你只要有赚不跑，你今天马上让你住套房。 好，那今天的开高走低的经济，以及今天稍微跌破月线的台达电，这些电子股后市的看法，哦，你该如何操作？我待会会在节目当中把我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你看不要谈的说太遥远了。你说有些你是股票市场的新手也好，一些可能年轻人，或者说你是看到股指数涨到一万五、一万六千点，你才。 刚进来股票市场，股票新手也好，或者你说股票市场老手也没关系啦。毕竟俗话说得好嘛，散户永远是健忘的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忘记忘记了过去你过度追高在股票上套牢惨赔的痛，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了。那也可能因为这一次的，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撒钱，Q E 无上限，所以我相信你现在都会告诉自己，现在可能市场上的。 十百分之九十的九的专家都告诉你，去盖某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绝对不会重蹈覆辙，这一次绝对会涨到让你无法相信，涨到无法无天，对涨到真的让你无法相信为止。这一次你一万六千点不赶快再进来买股票，你会错过这次在股票市场财富重分配，好赚数十倍的一个机会。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专家几乎十之八九都专告诉你。 但是别忘了，两千年网络科技泡沫的时候，啊，不是市场都告诉你“有赶快”吗？两千零七年、零两千零八年，全球金融海啸要发生之前，不是全市场都告诉你“有赶快”吗？啊，最后结果却都是一样的结果。我想我所讲的没有错吧？就如同你在去年跌到八五二三，对，每次底部都是利空，你也会跟我讲不一样啊。那那些爆炸没杂志都说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疫情。 对不对？大家都在锁国封城，啊、哦、这搞不好比一九二七年美国经济萧条的时候更大萧小,小的时候更加严重。这不晓得台股会崩到哪边，啊、哦、在整个去年跌到八五二三的时候，多少人告诉你不晓得多少大企业、小企业、大企业都要倒闭，很多公司搞不好会因此而下市。你看一年前多少人这样告诉你，而一年前看的这么空的专家，现在涨到一万六。 是很最好、很最、很最乐观的专家，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对，那这个就其实回过来就是我常在节目当中跟跟大家长期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嘛。你要克服人性的弱点，就如同股神巴菲特常常常讲的话，对不对？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而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反而要贪婪。去年八五二三，全市场多恐惧呀、啊！ 我们不带你贪婪，建议你定存解约买好股，对不对？涨到一万六千点，全市场在贪婪，没赶快，这是不一样。人家在贪婪，不管在整个新年初的航运股跟钢铁股，对不对？这么贪婪，大家都在喊长长隆、扬明，大家都在喊中红、低同的时候，多少专家、多少报章、名杂志告诉你，搞不好长隆、扬明今年可以赚一个股本呢？ 那你会想说哦，哦，长隆、阳明如果今年可以赚一个股本，这可能是获利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嘞。几十年来，长隆跟阳明从来没有赚过说一股赚七八块，甚至赚一个股本的。那股价三十块的阳明，四十几块的长隆，多便宜呀、啊！但是我不晓得今年他最后的结果能不能让你看到他赚七到八块，或赚一个股本。但至少这个月还没有结束，你看这个月都还没有结束。 长隆、阳明先跌三成了、啊，中红第一桶先跌三成以上再说。那你看，这个之前大家看好的钢铁航运股，现在跌这么重，然后之前给你喊喊喊喊多，带你带着叫叫你带着钢盔往前冲去追钢铁股、追航运股的这些专家，我相信现在唐钢铁航运跌了三成，他们不会讲钢铁航运的、航运股的，现在只有我。 会帮你去追踪你现在套套了这些钢铁航运股，你该如何操作了？因为我是在高档叫你保守的人，我是在帮你，我是在救你。好，那之前跟你喊钢铁航运股的人，你也知道，可能前阵子在跟你喊台积电，在跟你喊联电，对不对？在跟你喊所谓的太阳人，喊什么？反正在喊所谓，昨天在喊经济，今天全部都，最近这些股票几乎百十之八九都下来的。 好，那这个我都会在在节目当中跟你做分享，但是我还是告诉你，这些高档爆量、融资暴增或者与均线关系过大股票，你自己谨慎操作。好，到时候不要套在波段相对高档，你后悔，然后你没有跟着新角色的脚步来操作，你后悔没把我的话听下去。那当然，针对整个银建资产股的操作建议，其实讲白一点，虽然银建资产股最近这几天小红小黑有对。 相对整个电子股比较抗跌的，对不对？因为你也知道，最近这几天台股主要在杀的都是涨多的电子股。那整个银建资产股最近比较抗跌，好、哦，就在让它打底一下。讲的白点呢、啊，银建资产股什么时候打底完，有机会开始反映它的所谓的低本一比，以及所谓的高股息是利率提行情。好、哦，整个银建资产股整理完了，个股整理完了，个股的买点。 一定绝对不一样，时间绝对不会在同一天。好、哦，只要银建资产股个股的买点浮现的时候，我会在我的粉丝团，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 t e l e r m 甚至 Disc 的一个粉丝团里面，我会在盘中的讯息里面，我会公开跟你做分享。好、哦，结论就是银建资产股个股的买点浮现的时候，我会在粉丝团的盘中的讯息里面，我跟你做分享。所以你真你手上有银建资产股的人。 或者你针对银建资产股这边跌的比较深的，哦，你想做，哦，你也认同银建资产股低本一笔，又具有高股息值利率的，你对银建资产股这些你想存股的投资朋友，或者你觉得最近银建资产股已经领先拉回整理，整理完可能接下来随时有机会轮到银建股一波行情的投资朋友们，你都可以加入信小石粉丝团，哦，银建资产股好的买点浮现收。 我一样会透过粉丝团，公开的跟你做一些分享的动作。好，我想那除了这些之外，回过來就是谈到今天我们的一个节目里面一个重点。我相信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你只要是新假设长期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死空头，但我更不是死多头，我是懂得帮你事先掌握到，好大盘的一个短线或者波段转折，好长期下来我们趋吉避凶，好。 成为股票市场少数赢家，少数的一个赢家，就如同你看，在整个三个十一月初一万两千多点，我可以公开告诉你，这边要整理完，要破断上攻，而且那时候就告诉你，这是好几个月一个破断行情，对,对，所以当时在一万两千多点，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务操作，你知道，我公开的带你做多，我公开的建议你做多，对不对？然后呢，短短的九天，八百多点。 的价差二点二倍的涨幅，但是同样的来到波段的相对高档区，这个就是你会发觉我跟信角是我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在这边，其他专家是一路做多，而且越涨越高，越喊越多，因为他知道越涨越高，你也你可能你也担心害怕嘛，涨多的万一我进场追高会不会套牢嘛？那这些其他专家没办法，他们为了做生意收会员，涨高的你不敢进来买。 他没办法做生意收会员怎么办？当然会想尽办法怂恿你，想尽办法告诉你这行情还会再大涨特涨。你一万六不来买股票，你会后悔；你一万六进来买股票，你可能还有五成升一倍，甚至一倍，还有甚至两倍以上的空间可以赚。这就是市场上的专家越涨越乐观。那不管他是真的看的那么好，还是假的看得那么好，其实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目的，为了做生意收会员。 但是你会发现，现小说，我跟其他专家最大的不同在哪边？我不会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而昧着良心跟你胡说八道，或者过度过过度吹嘘我们操作迹象。对我开看多，我会告诉你我做多，请你做多，原因我都会告诉你。对，但是在相对高档区，该保守，不要进场买股票的时候，我也不会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这边。 带着我的家族成员，带着我的所有粉丝团好友们，甚至各位忠实观众们，还在现在一万六千点叫你带着钢盔往前冲。我我我个个看法没有改变啊，股票几天没买不会死的、啊，对不对？你现在等待很多好的股票跌下来的，你不觉得吗？你光按说你台积电也好的，不然说台达电也好的，不然说钢铁股、航运股也好的。坦白讲，我现在闭着眼睛要买，我都比你这前阵子之前去追高。 的价位便宜多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个台达、台积电可以买的没？对，航运股、钢铁股可以买的没？你等整理完我会告诉你嘛。好，那我这里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节目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回过来，你看我在高档区提醒你要小心。对，我说只数没通过大财富，之前叫你做多，九千八百多点，二点二倍。这一次在高档区，我提我建议你放空下去，逢高放空，而且不是只有一天。 连续几天，我都告诉你，电子股过热了哦。到今天为止一样没有改变哦。你看电子股今天成交比重、盘中都在八成以上，收盘都还有七十几、七十九趴左右。都反正结论就是，电子股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占大盘成交比重都在八成左右。那电子股就绝对是过热。过热不代表说短线没有个股表现，过热不代表短线没有该点。过热它可能是短线可能是最好赚的时候，但是当 过热是短线最好赚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准备让你失去风险意识，套在波段相对高档最危险的时候。来，我这句话再讲一次哦，你听清楚一点哦。过热，它可能是短线最好赚的时候，但也因为是短线最好赚，所以很容易让市场上大部分专家以及大部分投资朋友们失去追高的风险意识，而很容易。 到时候套在波段相对高档，就如同今年初的航运股热不热，短线价差大不大，好不好赚？但是如果你在今年初，你有曾经去疯狂追追逐过航运股或钢铁股投资，你现在后不后悔？你后不后悔？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整个指数还没透过大财我建议你一万六千点逢高空，连续几天都这样告诉你。好，那之后我不是只有讲。 我说，你说一万六是上上下逢高空，到底要怎么空怎么赚？所以我说过的，你可以直接加入信交社大财富家族成员，或者你可以加入信交社粉丝团。对，我我每次在大涨的时候，我知道每次大涨上来，你可能会失去风险意识。每次大涨上来，你就算你想空，你可能会不敢空，因为看到指数大涨好几百点，你会想说，哦哟，我这边放空会不会被割空？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候在关键时刻？ 你需要的就是信教师盘中的讯息，不管是我们大财富家族成员讯息，或者说我们 F 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l i t 的什么粉丝团的盘中讯息，因为你知道，我只要每次我们的家族成员出出手穿价成交之后，我就会在盘中的好粉丝团的盘中讯息里面公开跟你做分享，我连我们出手的价位我都很公开的跟你做分享，而且是在盘中。 不管当天收盘怎么收，我都敢在盘中跟你做分享，因为俗话说得好，真金永远不怕火炼，准度够，好，胜率够高，有什么好不敢在盘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你觉得我讲话有没有道理？好，那你看我们当时在一五九五零进场布空单，你看当天是大涨两百多点，我带你布空单，你看在这种大涨的时候，你想追加做多的时候，我带你布空单，对，那我讲的，因为大涨两百多点，你绝对不敢乱空。 所以你需要我盘中的讯息，这空下去两天，好补在多少？一万五千三百八十点，好、哦，两天五百七十点价差。第二次抬上来也是一样，大涨将近四百点。一二十一下台股大涨将近四百点，谁告诉你？一六一八零进场不空单，好、哦，短短三天下来。 对不对？在一万五千八百点附近回补，三天又三百八十点，两趟有五百七十点加上三百八，两趟加起来九百五十点的价差。那昨天大盘大跌三百将近三百点，对不对？指数四天跌六百多点下来，我昨天告诉你什么？短线随时要做反弹的，你这边不要去做任何追空的动作。好，那整个今天大盘加权指数如预期反弹上来的，修正完了吗？ 六百多点跌完了，这边要开始，今天收红开始要大涨上去的吗？我想我刚刚节目中一开始有没有告诉你？我说你只要抓住两个原则，第一个，只要外资的空单没有给大幅度获利回大大幅度回补之前，这盘一定还要整理，甚至搞不好反弹完还还会在还有低点。只要外资的空单没有给大幅回补之前，好，短线一定还要再整理，甚至短线反弹完还会再往下破底下去。 第二个最占全者的台积电，只要没有整理完之前，你也不要认为台股就这样今天的收红，跨掉欧亚都休就行备亏钱，就以为这边就马上破断大涨上去。然后我这边给你做个预告提醒的动作，这一次回档涨多的回档，电子股短期过的涨多回档压力很大。那既然电子股可能短期回档压力很大，这一次大盘指数过年前后月线真的守得住吗？ 我相信这句话，过年前后月线真的守得住吗？是从整个这一波十一月份一二四八一起涨以来，过去这三个月，你应该是第一次听到我这样告诉你，没错吧？月线真的守得住吗？其实，如果讲到这边，应该我对整个大盘指数的看法应该很明确告诉你。好，那我们说第一个观察外资在期货的空单。 第二个看台积电嘛，那我们就回过来谈台积电。好，台积电之前的高档我怎么提醒你的？好，过去这几天你在追逐台积电的时候，我怎么提醒你要小心的？好，时间关系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对，你知道基本面，我也知道，全市场没有人是不知道的。只要其实做股票投资朋友，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台积电基本面有多好了。但是你别忘，股价难道没有大涨反应过吗？对不对？第一天打到十日均线，我还是告诉你还要下来。 我把那个均线的乖离这么大都提醒你。好，昨天台积电跌到六百亿，我昨天告诉你什么？短线要做反弹。那所以今天台积电收小红，上来反弹，我认为都很正常。但现在重点来的，这边台积电只跌了吗？今天收红是代表台积电已经下来整理完，又要破断大涨了吗？我还是把我的看法提供给你。哦，太早进场抢反弹。 或者你套在高档的人，你想说差了六十几块价差，你想开始加码摊平的人，结论就是你太早进场抢短或者摊平，你会不会又再让你套牢一次？当然我前提先讲哦，短线也许会反弹。你说老师那个我那个抢个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价差，好、哦、可不可以？这个我不不予置评。好、哦，那我抢那个几块钱的价差赚那个便当钱买菜钱我不予置评，但是我要的是。 你要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像样的波段的一个买点。那你说台积电这边如果短线会反弹，但是可能还要整理，对，太早进场抢短或摊平宜的会不会又套牢一次？那信场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啊、到底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买？过去两年的经验，台积电真正的好买点会在哪里？我都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会在这两明天我这两天会告诉我家组成员，当然我会在适当时刻、适当的时机，最近这几天我会在。 透过粉丝团跟你做分享的动作，所以如果你手上现在有台积电高档套牢的人，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加码台积电去摊平？或者你这波有听我的建议，你逢高卖掉台积电的人，现在差了六十几块价差。我今天的建议是还不必还还不用急着补。那台积电你现在差了六十几块价差，高档卖掉现在有价差的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回补？或者你空手的人之前听我建议。 没有追在六百六、六百七的人，那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可以买台积电？你加入我的粉丝团，台积电买点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台积电可以买？就如同这一次，为什么六百七十几块台积电你你一定要卖？我都会把我的原因理由，很客观的告诉你，为什么台积电真正的好的买点就在这边。你有台积电的人，或者你针对台积电接下来真的买点在哪里，你有兴趣的人，你加入我的粉丝团。 未来这两三天，好，未来这这这几天，我随时会在适当时机，我会跟你公开做分享的动作。好，那除了台积电之外，我想这个我都不多讲，基本面多好，你都小心插鞋同理论。就如同我当时所讲的，航运股，不要讲三年前的被动元件啊，这个月都还没有过完的航运股，你看之前在高档套牢的航运股怎么办？对不对？然后。 继续，我跟你讲，为了反弹，反弹上来，我不跟你说月线附近是短压吗？最后这几天长隆阳明有没有压下来整理？那压下来的长隆阳明后市我怎么看？哦，如果你手上有长隆阳明这些钢航运股的人，谢雅师的接下来看法、操作建议，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请看我的粉丝团。我相信我的粉丝团已经在公开跟你，在整个航运股这边已经跟你公开持续追踪好几天了。对,对，之前害你追高套牢的专家。 我相信你现在绝对不会跟你讲到长隆和阳明。的。你现在有长隆阳明的人，接下来你该怎么操作？你唯有看，唯有加入信小师粉丝团，看我的粉丝团给你操作建议而已。或者你直接打电话进来找我。另外，在跟钢铁股也是一样，你看之前钢铁股十七元以上买中红，风险利润。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这样子的，在相对高档去讲的话，你也许你也许听不下去的，因为他说很好啊。 而且你看，我在十七块跟你讲，中红不要碰的。还有高呢，信小是你看错的啦，你还在停留在你以前的思考逻辑，膝盖波刚啦，这是 Q e 无上限啦，这是热钱太多了啦，全世界钱太多的啦。最高涨到十八点八五，你看今天收盘价就好了。你看今天收盘价就好了。如果你知道今天中红会跌到十四点三。 请问你十七块以上的中工你还敢追吗？你还敢买吗？这个就是有时候说的啊，俗话说的好啊，对不对？这叫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不听信教是给你个这个信教是这个给一个忠言的人，你马上这个月马上也吃亏了。不然在台积电，不然在航运股，不然在钢铁股一样。不然你看今第一桶跌的快四成下来了。 那这些钢铁股后是怎么操作？你会来找我。好，那除了钢铁、航运、台积电、大盘之外，来，时间快到了。你看我之前跟你讲的台大电，有没有来跌破月线的？三十几块加差的。对，红海，我个人看法。哦，联电今天把缩尾完，小心。哦，我讲小心，短线你小心。国巨月线不要跌破的。好，再来经济今天个爆量开高走低。 小心假突破真拉回，我在盘中就提醒你了。你看之前的智新创新高之后下来，最后这智新是怎么下来的？好，甚至把用智科，好、哦、这些股票，好、哦、结论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人，好、哦，你需要信小师给你操作建议的人，我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找我，或者你可以加入信小师粉丝团私密我。好、哦，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